今天吃红烧嫩啊。酸菜小笋，炒了鸡蛋，红薯粉皮，拌饭好吃啊。这个小店里面有，如果喜欢的可以尝一尝。酸菜小笋就是和芥菜然后还有那个笋尖组合而成的。这个吃起来像猪皮一样，吃饭的朋友们，今天吃这个红烧肉哈，还是虎皮辣椒、盐蛋，太香了。
太大了哈。虽然不好看，味道特别的好。